的。你让我们小辣妹做一点点准备，在我们音乐起来之后呢，让我们感受新夜的热情。然后也在我们舞台上的电视墙呢，是我们龙天下一次传播。如果喜欢我们这些主持艺人钢管以及我们的歌手呢，可以跟我们龙天下的老板在我们脸书上面搜寻龙天下就有了哟。来欢迎我们的小雨。